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 CCTV 空中剧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辽宁省非常美丽的城市大连，由空中剧院精心策划和大连京剧院共同推出的空中剧院2013大连行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那么在大连提到杨炽，应该说是无人不知啊，无人不晓。杨炽已经成为了大连人一张引为自豪的文化名片。是杨炽让这个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大连这座时尚年轻的城市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杨炽是幸运的，因为他在大连，大连也是幸运的，因为有杨炽。党的十八之后呢，大连市委市政府啊做出了一个建设东北地区文化领军城市和东北亚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强势这样一个战略目标。那么这次中央电视台空中剧院大连行无疑就给我们一个向全国推介大连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来宣传大连，推介大连。四月晴和微风暖，柳荫下绿野间，百鸟声喧。说到京剧《野猪林》，我想大家自然会想到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三位艺术家的精彩演绎。那么这出戏在舞台上也一直是久演不衰。那么在京剧《野猪林》背后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在鲁智深身上，就是原派艺术的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而李少春先生呢，创造的这个林冲呢，应该说是极具这个人物性，又极具可看性。最初李少春、袁世海还有杜近芳三位艺术家的这个合作，的确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特约了魁智圣苏，我们一块儿包括我们大连京剧院的青年演员啊，一起来演绎这出戏。杨院长，这次空中剧院的大连行，是由咱们大连京剧院出演的这三出戏来组成的。应该说是您来担纲主演，其中也云集了我们这个国家京剧院、上海京剧院的一些名家。同时也有我们大连京剧院的很多的这个青年新秀。是，这次呢，这三出戏呢，我觉得都有不同侧面的特点。你比如说第一出戏啊，这个《野猪林》，我觉得。特别是这次特约了魁智圣苏，我们一块儿包括我们大连京剧院的青年演员啊，一起来演绎这出戏。那么也可以说呢，充分体现了啊这次我们在野猪林这出戏当中的传帮带。其实鲁智深这个人物形象在舞台上特别的鲜活，尤其是袁先生的塑造。我觉得就是在鲁智深身上，就是原派艺术的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么原派的特点呢，就是他能把每一个人物给他演活了。那么原先生大家都说活曹操啊，活李逵啊，啊这很多活。那么这个活，我觉得就是原派的特点。鲁智深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型，是吧？那么李逵非常豪爽、鲁莽啊，没有文化，但是鲁智深用他讲话，这是一个在组织的人。他还是有一定的阶级地位的，就是在他身上不能当然要有豪爽的一面，但不能把他演成是一鲁莽的一面，要更多的表现他对林冲的这种兄弟情谊，对高俅的这种愤恨，特别是对这种社会的这种不良的这种东西吧，他感到非常的愤怒。就是这个人物只有把这些东西叠加起来，这个人物才可爱。那其实这出戏从创排到现在，一直是有很多的这个名家有过精彩的演绎，特别是最初这个李少春、袁世海还有杜近芳三位艺术家的这个合作，的确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也可以说呢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范本。而李少春先生呢创造的这个林冲呢，应该说是极具
这个人物性又极具可看性。另外呢，这出戏中的鲁智深可以说呢是活化了京剧舞台上的鲁智深，虽然脸谱上、扮相上和传统的这个鲁智深的一些戏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在人物性格上，袁仁海先生的塑造的这个鲁智深可以说呢是一个新的这个社会环境中的一个艺术家鲜明艺术理念基础上的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跟杨师兄是从1990年开始合作，大家都台上很默契。他是我的好兄长。这次大连行的演出，咱们也秉承了这个传帮带的这个传统。传帮带，这是我们这优秀的传统。这次能跟偶像同台演出，都非常激动。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是，老师一直带着我们到处去演出。孙松老师，其实算起来和杨赤老师的合作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对，跟杨赤合作应该是98年研究生开始，这么多年下来已经演了几十场了，大家都台上很默契，大家在这个演出当中排练呀，不管是台上就是一点到为止，只要是这个出来的东西，大家都在台上都有火花，所以我觉得在台上呢，就是甭管是这个什么戏，大家就是互相的往上走。今天这个大连行的演出跟以往不太一样啊，我们带了几位这个青年演员一块演。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好。作为一个就是现在怎么说呢，我们也属于是这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岁数了哈，应该带一带青年人。的确，这次这个青年演员跟您这几位名家同台演出，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大连行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的这个青年演员之前也跟他们聊了，就是这次能跟偶像同台演出，都非常激动，而非常紧张。因为咱们戏曲有这个规矩哈，应该是就是老师带着学生走。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是，老师一直带着我们到处去演出，所以我觉得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晚上的演出。于老师，其实算起来和杨赤院长舞台上的合作得有二十多年了，应该是跟杨赤兄是从1990年开始合作，20多年的合作，应当说是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是我的好兄长，不单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的兄弟。艺术上，实事求是的说，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野猪林》这出戏呢，应该说我们也是在一起合作演出了几十场，有十几年的这种舞台的合作的这种经历。应当说他在对艺术上的那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特别是对原派艺术这种传承和发展所做出的成就啊，应当说我也是一个亲历者，也是一个见证人。那这次大连行的演出，咱们也秉承了这个传帮带的这个传统哈。是，因为我觉得京剧艺术传帮带，这是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我们这些人现在我也已经50多岁了，就是在老一辈艺术家的传帮带啊，一直把我们培养起来。那么这出《野猪林》的排练。排演过程当中，一方面我的主教老师卢元俊先生手把手的给我们传授野猪林的这个表演，特别是给我们传授李少春先生他这种表演的这种精髓。更重要的，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这个袁世海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能够亲临现场来给我们指导，给我们这个进行排演，应当说是受益匪浅。随着呢，就是宗着李先生这个路子呢，在努力。胜诉自身有一种特殊的表演气息、表演风格。不单杨赤有一个虎头虎脑的特殊形象，更因为他有一条非常漂亮的好嗓子。陈岩老师，袁先生是您的舅舅是吧？是的。那当时拍电影的过程，您是不是也都很了解？当时国家京剧一团的阵容就是李袁叶杜嘛，李少春、袁世海、叶圣兰、杜锦芳先生嘛。那就是叶先生不能参加，没有合适的角色啊，但是就请杜锦芳老师参加演这个林娘子，非常成功。另外我还想说呢，就是李少春先生之所以能够这么成功的创造野猪林，他有几个先决条件。李少春先生有很深厚的艺术积淀，老生他是宗余的，武生他是宗杨的，所以他既宗余又宗杨，才有他这一身高超的表演艺术。有这么好的艺术，他拿来文和武的手段去塑造他所写的这个林冲，就更有针对性，就更有发挥的余地。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就是郁奎至、李胜素还有杨赤老师几位合作的这个《野猪林》。其实这几个演员您也是经常和他们合作的。奎至呢，就是纵着李先生这个路子呢在努力，因为他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他在学校学戏的教给他老生戏或者李派的戏的时候是李世林先生。李世林先生呢，就是长期跟李世林先生合作的这个老生演员。那么《野猪林》这个戏呢，就是胜素他由于他自身有一种特殊的这个表演气息、表演风格，所以就很显得这个人物的性格很典型啊，让人同情，让人怜爱，让人觉得可惜这么一个遭遇，所以他有这种感染力。杨赤是袁老的弟子，是袁世海先生弟子。袁先生所以把他当成了这个最喜欢的、最下功夫来传授的一个学生呢，不单杨赤有一个虎头虎脑的特殊形象，更因为他有一条非常漂亮的好嗓子。他这个嗓子唱铜锤是很富裕的，但是他把他的选项放在了架子花脸上，这就符合了郝寿辰先生和袁世海先生一贯追求的，就是架子花脸铜锤唱。你既有优秀的表演，又有动人的、动听的唱段，你这个花脸才耐人寻味。杨赤呢，恰恰能够接过老师的班，基本上达到了老师的要求。从小曾经看过一次电影《野猪林》，是我非常喜欢这个戏。后来到了大连之后，这么些年遇见宋峰老师，后来又遇见杨院长，一直鼓励我去学这出戏。而且这次的直播还有机会可以跟郁奎至老师同台了。我又高兴又兴奋又紧张。特别紧张，之前杨院通知我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兴奋，因为一直都是把李胜素老师当成自己的偶像，他就特别用一种崇拜，从来没有想过能跟李胜素老师能同台演出，简直是就像做梦一样。特别怕，因为是一直是守着师傅嘛，我长在跟前的，我从小师傅就一直看着我长起来的，所以说跟师傅同台演这个角色压力太大了。从师爷的这个形象，包括到现在师傅，我再一上台，这，所以说呢，怎么说呢？这个尽最大的能力吧，去把老师教的。自己体会的能尽最大能力的展现出来。这次空中剧院大连行可以说对我们大连京剧院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吧，是吧。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央电视台特别是空中剧院能到大连来向做这个全国的现场直播，我觉得确实非常的感动，就说明我们这个空中剧院呢，不单想着北京的角儿，也想着地方的角儿。我们这些青年演员呢，也非常的努力，我们也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是吧？争取呢，不辜负空中剧院这次大连行的这番厚谊。